思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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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。小姐，我提了些井水来备用，你还记得少爷教你的泡茶方法吗？差不多吧。温杯、投茶、醒茶、泡茶、请茶。啊。走。哎，阿西，先泡我的。四爷，明明是我先来的。尊师重道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？这就是你说的公平。好，那就让桑琪自己说。桑琪，泡我的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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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。泡个茶，你们至于吗？对，你们这样，我些许感到有些害怕。妍妍，妍妍在。借我泡一下的来。啊，我想让连篇泡。滚。好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泡我的茶，泡我的茶，泡我的茶。这品茶它本身就是一件文雅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各位双造好不好？上上。思雅，思雅，思雅，来来，你不是会武功吗？你怎么不打飞他啊？怎么样？还烫吗？还疼吗？说话呀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泡一会儿。小姐，看得出来燕思夜是真的对你有意，你不也说了吗？他最近如此反常，难道你还不明白？我当然明白，我也知道他对我好，只是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因为我是他固有的妹妹，还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子或是师妹。想知道答案的话，不能光靠去猜的。小姐，我走了。注意安全。你也照顾好自己。嗯。